刘总，是不是应该？Okay, guys, take a break. 10 minutes. Thank you. 好，行，休息一下。我这是真开了眼，为了打进中国，这是用的核武器啊，这太高端了吧，这。 浩源，这起火了！我说刘先生，你这是盼着我这出事儿是吧？哎，你觉着咱们这次能不能赢啊？反正淘淘网是跑咱前面的。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搞快递的脑子就快，现在聪明人都在互联网，OK？ 哎，我发现你真是三句话不离自夸，你就是太自恋。我说句实话，我从来没有害怕过，但这次不一样，我们的对手是淘淘网，强敌。老总，喏，谢谢，哇，够丰盛的啊！ 哎，好，谢谢，没事没事。你不来点儿？嗯。哎，哎，喝归喝，少发出点声音，行吗？哎，咱不一样，您那是洋范儿，西方教育跟我们这不一样。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是不是跟我说过，你是初中，还没毕业啊？哦，那你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了。哦，理想主义者最大的缺点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太天真，太主观，往往会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这一次。 你看到了航空危机，你让我来抄底搞货运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优先配仓权？如果这些东西不改变，你再让我去抄底都是没有用的。但如果我们不争取的话，